梅玉，梅玉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？我没事。那我送你回家吧。我不想回家。啊，要不我们进去坐坐，喝点东西吧。 你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？他让我去帮他冲杯咖啡，可是我一回来，他人就不见了。你说你们呢？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。来，干杯！干。 你不能这么喝，你这样喝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！孔先生说的对，来，干杯。梅玉小姐，酒是要品尝的，这品尝红酒，在舌尖、舌根、跟喉咙的味道。 会略有不同。孔先生说的对，来，干杯。梅小姐，您一定有什么心事吧？老话说得好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？你要是有什么心事，就跟我说。梅小姐，今天能跟你在这里一起共赏这美酒，是我孔文涛今生最大的荣幸。孔先生，你真的很会说话，认识您很开心。彼此彼此。 小心点啊！小心一点。来，坐这儿。还喝？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还喝？接着喝。怎么回事？司令大人是这样，今天下午在街上偶遇梅玉小姐，我们就在咖啡厅里喝了点东西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梅玉小姐她一直想喝酒，不知怎么就喝多了。 我担心梅玉小姐就赶紧把她送回来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司令大人，不要见怪啊。先扶她回房休息吧。好。梅玉小姐，梅玉，好像心情不太好。来，我也不方便问。咱们回房间了，梅玉。就把她送回来了。哎，慢点儿。谢谢孔先生送她回来，不然我还真急坏了。不客气。 告辞。这个中国小子的武功十分了得，加藤君，这就是你怀疑的共产党吗？嗯。现在天津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到与我们为敌的一方。 我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叶村君，你安心养伤吧。之前我就说过，在东京是无法体会我这里的难处的。我把这里的局面和我们的对手考虑的简单了，加藤君，对不起。 不必，你我都效忠天皇，为即将到来的圣战效力，什么样的困难
都要坚持下去。我不会就此罢休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美玉，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嗯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晚上一个人不能出去，外边不安全，你还想让我怎么跟你说呀？你偏等哪天出了事儿你才肯罢休是吧？啊，你少让我着点急行不行啊？你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？美玉，到底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不能告诉我们吗？你说话呀！啊！来人，到，去，告诉下面的，每个门口都给我加岗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如果要是再放小姐一个人出去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是。不用加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从今天起。我哪也不去了，我就待在这个屋子里面，谁也别叫我出去啊！美玉，老爷也是关心你，你也别生气了啊，才气坏了身子。我生什么气啊？我不生气，我就喜欢在这待着，我天天待着，我就待着。美玉，美玉，你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没事儿。我就是谁也不想见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你什么样，爹还是了解你的。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你能是现在这样吗？你告诉我们，昨天晚上除了见那个古文涛，还见别的什么人了吗？没有，我谁也没见，就只有他。美玉，你相信爹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天津城，还没什么事是爹办不到的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。你不都看见了吗？人家把我送回来了。我昨天要不是遇到他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得谢人家。啊，行了，老爷别说了。美玉啊，昨天喝了酒不舒服吧？我叫厨房给你煲点鸡汤吧。嗯。司令，孔文涛先生求见。啊，孔先生，司令，请。昨天真是感谢你啊，我都快急坏了。哎，坐坐坐。哪里，见外了。我呀，是担心美玉小姐的身体，所以特意来看看。孔先生还真是个有心人呐，还惦记着美玉。啊，他现在在楼上休息，可能是身体还不太舒服。这样，等美玉好了以后啊，我一定专门找个时间，好好的请请孔先生，以示感谢啊。哎呀，我认识一个老中医，听说他给冯玉祥老将军还治过病，啊，要不然我请他过来看看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他可能就是没休息好，身体无大碍，年轻轻的。还什么老中医？那就好。哎哎，夫人，怎么下来了？这不是听说孔先生来了吗？一定要下来打个招呼。哦，孔先生，昨天真是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不客气，能送美玉小姐是我的荣幸。美玉小姐身体好点了？嗯，好多了，就是头还很疼。啊，那就好。来来来来来，走这儿来。我刚才啊还在跟文涛说呢，说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啊，请孔先生专门到家里来吃个饭。哦，那正好，美玉这不身体好点了吗？那索性就今天啊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了。嗯，跟底下说好好准备准备。哎，好，那就谢谢司令了。哎。
上级对聂生这次打擂提出了批评，虽然打败了日本人，但是暴露了自己。少飞同志让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特别是聂生，不要逞一时英雄，万一出了意外，我们将承受很大的损失，明白吗？我接受上级还有少飞同志的批评，这件事儿的确是我在愤怒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，我还让雪茹为我承担责任，以后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。好了，现在我向大家传达上级最新的任务，武松计划的物资已经到达天津。已经到了？到了。那上级怎么指示我们？要我们严密监视码头的情况。秀儿，你哥在做什么？码头在龙彪手里，他会不会了解一些情况？我最近没去找他，但听说狗剩已经不在他那儿了，因为不想和龙彪一起做汉奸，所以我只想去找我哥呢。孔先生多吃点，尝尝我们家厨子做的饭。哎，孔先生，其实这些年我很少在家里头请客，主要是外面的事太多了，今天呢主要是为了感谢你。哎，司令，您太客气了，在下深为感动，谢谢司令的厚爱，对我这么赏识。嗨，你这什么话呀，我应该感谢你啊，昨天晚上要不是你的话，这美玉不定会怎么样呢。哪里，爹说什么呢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，哪有什么事啊。再说了，我爸呀他难得回来吃饭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少说两句。看看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女儿都给惯坏了。不过梅玉小姐，你啊还真是不要一个人出门，现在天下不太平，小心点为好。说得多有道理。嗯，少年老成，多懂事。哪里。来来来，动筷子。司令先请。动筷子动筷子。现在忠义堂已经明目张胆地与我们作对了，竟然还联系了共产党。我在考虑除掉唐继元，只要没了他，忠义堂也就完了。我们想到一起了，不过唐老四最近很少外出啊，如果带枪直闯忠义堂，我看没什么胜算，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引出来。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，但你必须完成除掉唐继元的使命，这是不能有任何意外的，如果不能完成，我们就会更加的被动。加藤先生，你已经想出引出他的办法了。我会安排一次有韩司令参加的会谈，有韩司令邀请唐继元参加，到时你在路上下手，但必须成功。放心吧，加藤先生，除掉唐继元我也没有心腹大患了，那我就做好准备，随时等您的命令。好。三叔。聂生，来坐。哎，三叔，好些了没有？好多了。你小子行啊，啊，替你三叔报了仇了。三叔，您是被他的暗器所伤，以您的武功，他哪里会是我三叔的对手啊？说得好。我呀，我不是夸你说你师叔武功高，是说你这孩子啊不狂不躁，有出息。三叔，您总是夸我。今天来呢，可不是专门来夸你的，是有事儿跟你说。啊，什么事儿？年生啊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姐。当年你被你师父带到明光寺以后，你的姐姐就杳无音讯了。我知道。可最近出现了一位女子，很像你的姐姐。啊，真的吗？您在哪儿见到她的？现在出现的这个女子恰恰就在加藤的身边。什么？在加藤的身边？她目前的身份是加藤的养女惠子小姐，
可她最真实的身份是你的姐姐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是我姐姐。就算她是我姐姐，我也不可能认她。女生啊，别太纠结了，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。三叔跟你说这些呢，就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三叔，我先走了。她目前的身份是加藤的养女，惠子小姐。她最真实的身份，应该就是你的姐姐。我黑色眼睛，爹，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姐姐她还活着，可她却做了杀害你们的加藤的女儿。你们告诉我，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？你背上的图案是怎么来的？血色染红天和地，为你画一片宁静，烙印上的四个字，天下太平。你凭什么认为我就是那个女孩，是聂生的姐姐？天下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。你的纹身，你的年龄，再加上我的师哥就是死于加藤之手，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我师哥的女儿。父亲，我背上的纹身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你的纹身是你的亲生父母留给你的吗？他们真的是你的好朋友，是日本人吗？惠子，你这样问父亲是为什么？难道父亲会骗你吗？到底什么是真相？我的纹身与念生的完全出自一人之手。我要怀疑父亲说的话吗？天哪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真的是中国人，我真的是念生的姐姐。北玉，孔先生来看你了。哦，孔先生。美玉小姐，看你气色好多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托朋友从泰国给你带的燕窝，你尝一尝啊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其实我已经好了，你这样破费让我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哪里，这都是缘分，能为美玉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。谢谢你了，孔先生，以后你常来我们家坐。好啊。好了，别在这站着呀，来，我们这边请，喝茶。好。坐吧，加藤先生，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？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所以我想请韩司令出面，邀请天津华界的重要人士参加一场中日交流恳谈会，以消除误解。不知司令意下如何，能否给我个面子？好事儿啊。不过你所说的这个事情是民间的事情，我作为一个军人恐怕不便插手吧。韩司令过谦了。我也承认韩司令说的有道理，但是目前天津各界对我们日侨有不少的误解和对立情绪，如果我来做这件事恐怕会有困难。我也是考虑再三才想请韩司令出面的。误解？加藤先生，我想你所说的误解
你们日本人最应该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吧？至于怎么解除这些误解，我想你们日本人应该知道。韩司令的意思是，你所说的这个事情咱们以后慢慢再说吧。加藤先生啊，除了这个事情别的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据我所知，忠义堂的人与共产党有联络，那个白念生应该就是共产党。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此事证据确凿，望韩司令严查。韩司令，你何尝不去问一下唐纪元呢？我请天津各界恳谈，也是为韩司令提供一个见面机会嘛。好啊，这个事情我可以严查。如果唐老四要是真跟共产党有联系的话，我同样严惩不贷。好啊。行了，加藤，都这时候了，你用不着跟我来这套。大家合作多次，已经是老朋友了，韩司令不要客气。好啊，静候佳音，我先告辞。谁呀？哟，太太，孔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快请进。哎，哎呀，夫人，您来干嘛不提前说一声？我好派车接你啊。啊，这已经够给孔先生添麻烦的了。我也是在家待着，没什么事，就出来逛逛，没打扰您吧？哪里，夫人能亲自登门拜访，是给我天大的面子。哎，夫人，来喝点茶。早就听说过孔先生是做古玩的行家，平日里我也喜欢这些，所以今天呢就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称心的物件。啊，随便看，随便选，夫人只要您喜欢，您从我这儿拿回去看。要是看不完呢，我派人给您送过去。这个古玩呢，每一件物件都有它自己特别的故事。好玩啊，就好玩在这儿。听孔先生这么一说，您可真是行家呀。哎呀，不敢当。夫人，今天要看看什么？哦，我就是随便看看，凑个热闹。啊，对了，孔先生是哪里人啊？啊，在下原籍是山西太谷县人。哦，那家里都有什么人？有什么亲戚啊？哦，家里亲戚挺多的。原籍的多数在外做事。哦，哪像我呀，净干这些不入流的行当。有很多亲戚还在国家的政府机关担任要职，跟他们比起来啊，我真是惭愧多了。哎，对了，听孔先生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，这孔部长也是山西太谷县的吧？不瞒您说，孔部长的确是在下远房亲戚。如果司令大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，在下愿意效劳。哎呦，那可挺好，我们能认识像孔先生这样的朋友，是我们家的福分呐。哪里的话，能跟司令大人结缘，才是我孔文涛天大的造化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进里面看看收藏，你喜欢什么就随便拿几件回去。啊，好啊。好，请。哎。这几天我和夏冰密切注意了码头的情况，看守仓库的人增加了不少，黑娃也在那儿，还有不少日本人。龙飘去过码头没有？去过几次，他最近与加藤和韩司令都有过来往，但是还不清楚原因。继续加紧对他的观察。秀儿了解到，这次运来的一共有满满三个仓库的物资，看来日本人的物送计划又要开始了。
雪茹，少飞同志有什么指示吗？他让我们密切关注乌松计划的进展，我们就回了安德烈，相信他们的计划有所推迟，所以我们暂时不用破坏他们的物资，先看日本人的行动，我们再安排。对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上次他们在码头已经吃了亏，这次他们一定会更加小心，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，一定要听从上级的安排。嗯。那你们两个去码头了解最新的情况吧。嗯，是。好。雪茹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日本人的行动计划加快了，我们要马上开始准备。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是美玉吗？不是，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，我希望你代我向组织汇报一下。你快说。最近三叔告诉我，有一个人可能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姐。真的？她在哪儿？怎么了聂生？找到亲人应该高兴啊。那个人就是加藤的养女，三叔很断定她是我的姐姐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自己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你别着急，我会跟上级汇报的，相信组织上会帮你调查清楚，你放心。这么说这小子还有点来头啊。是啊，人家还送了我好多的物件，要是他真看上了咱们美玉，这可真是一桩天大的美事啊。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啊？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就是知道着急，一遇到什么事就急急叨叨急急叨叨的，这事儿是急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你知道美玉怎么想的呀？咱美玉愿不愿意你也不知道，他喜欢不喜欢那小子你也不知道，怎么就这么妄下结论？这样，等哪天你给那小子叫到家里来，我请他吃顿饭，我来问问他。哎，喂，韩司令，那天拜托你邀请华界恳谈的事情，请一定要帮我这个忙。华界中开始有人与共产党牵连，这时候也要提醒一下，以免麻烦。加藤先生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件事儿要慢慢来，也是急不得的事啊。时局紧张迫在眉睫，我希望韩司令尽快给我帮助。我会非常感谢韩司令。好好好，我抓紧，我抓紧，好吧。我会督促韩司令促成这次会面，到时你在半路截击，一定除掉唐吉元。嗯，你要留意码头，最近要常在这里，钱已经给过你了，你要增加人手，严加看管。嗯，做掉了唐老四，就等于除掉了忠义堂，天锦就太平了一大半了。嗯，你尽早做好准备，随时下手。明白。老四，念生知道这些以后有点吃不消啊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三哥，那个惠子要真是二师兄的女儿，念生的姐姐，那加藤这个恶魔真是伤天害理到头了。哎，那个女孩子知道真相后什么反应？那个姑娘也是将信将疑，可是我觉得她的年龄、她的纹身，这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，这都没错，肯定是加藤精心布的局。
念生这孩子命苦啊，从小就是个孤儿，好不容易有个亲人，还是加藤的女儿，这个杂种真应该把他千刀万剐。对，新账老账一起算。哎，啊，韩司令的请柬，说是明天中午要举行。 日侨和华侨的恳谈会，邀请您参加。恳谈会？有什么可谈的？姓韩的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了。我也觉得蹊跷。您说这时候，冒出和日本人的恳谈会，哎，宋信人还交代，韩司令，请您务必参加。哼。四爷，就由我带您参加，您就不要和他们谈什么了。 谁也不去，跟日本人有什么好谈的？姓韩的，毕竟是咱们天津卫的司令，一个人不去不合适啊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你去操办吧。哎，今天把你俩从码头上叫来，是咱们接下来有笔大买卖。大哥，你说。坐钓堂老四。 大哥，那我们怎么下手？加藤召开了个什么恳谈会，到时候唐老四一定会来，对吧？你在忠义堂门口盯好了，你在唐老四的必经之路设好埋伏，你俩前后夹击，这回一定给我铲除掉的。好，不是龙哥，唐老四可是一直都不出门啊。哼，他不出来。 韩司令请的他，韩司令请的，你想想，这当口谁能把唐老四给弄出来？不过加藤这小子够狠的，把韩司令都装进去了。哎，除掉唐老四以后，韩司令才知道他帮了加藤多大的忙啊！好啊，大哥，干掉唐老四，那我们就心安了。对呀，这把一定做得漂亮，动手的时候。 我去压阵。好。好，干。对。孔先生，你下次再过来可千万不能再送什么礼了。你这给我太太送的那些古玩，我们可真受用不起。主要是你太外道了。韩司令，您这么赏识我。 这点小礼物，小意思。什么小意思？这孩子，夫人喜欢闻一些古董是我的荣幸。哎，过两天我再带些新鲜的玩意儿过来，让夫人好好鉴赏鉴赏。哎，啊，不能再给孔先生添麻烦了。就是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不客气。<笑>梅玉小姐，你喜欢古玩吗？我知之甚少。 对这些古玩玄妙的东西不太感兴趣。哦，哎，孔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女儿啊，你弄那一套，她肯定不喜欢。她天天啊就知道疯跑傻玩，这丫头我了解她。韩司令，那这样吧，要不然我过几天带美玉小姐出去郊游郊游。好啊。爹，你不是不让我出去吗？ 哎呀，我是不让你一个人出去，现在不有孔先生保护你了吗？啊，来，那我敬司令。哈哈，别客气。来，来，司令。秀儿，来。来了，秀儿，坐。坐，秀。你哥呀，都等你好半天了。 说吧，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你听好了，龙彪要刺杀唐四爷。什么？嘘。是这样，到时候韩司令会请唐四爷去吃饭，然后龙彪在半路上下手。但是我现在行动不方便，我没办法去通知他，只有你能通知他。如果再有什么别的事情，我再想办法通知你，行吗？ 那时间紧，我就不留你了，赶紧去。好，小心点啊。好。
哥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傻妹妹，哥会没事的。我什么都想明白了。想通就好，以后咱们好好的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行了，雪儿，时间紧，咱就不说这些了。你记住，一会儿一定要亲自见到唐四爷，小心点。那你也小心点。龙先生，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？好了，一定让他跑不了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因为利用的是韩司令，只许成功。明天我亲自去，亲手杀了他。小野也会配合你，但不能露面。打头阵的一定是你们五虎帮。知道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出去，等你的好消息。您好，惠子小姐，您委托我们调查的东京大岛厅千田夫妇的死亡时间为明治39年，因火灾去世。他们育有一女惠子，也在这场大火之中丧生。依据您所提供的信息，我们只调查到这些。如果您需要更加详细的资料，请再联系我们。今天天气真好，能在这么宁静的湖边跟美玉小姐一起散步，真是美妙之极啊。这里很精致，我也很喜欢。孔先生，你经常来吗？我以前来过，但平时太忙的时候很少过来。再说我一个人又没人陪，岂不索然无味吗？孔先生真会说话，你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。我很少外出的，也很少接触女孩子。可是自从我上次见到美玉小姐以后，真的是让我无法忘怀。啊，是不是我刚才的话有些冒犯，请美玉小姐不要误会。没关系，恭维的话也是很管用的，谢谢夸奖。不过我没你说的那么好，就全当是孔先生哄我开心了。我们去那边走走。嗯。加把劲儿啊！哎，好嘞，这边这边。哥，哥，来。哥，走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什么事？先走吧，出去说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到这儿来吗？哎呀，你先来吧，走。昨天你让我去通知的消息，面圣哥和四爷都知道了。四爷说黑娃还是自家人，四爷今天特地叫面圣哥来看你。看我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面圣哥，
黑马。年少，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。年少，我以前真的是穷怕了，为了赚钱让不少人都为我伤心。其实三叔跟秀儿都找我说过，我心里明白，但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鬼迷心窍了。所以你会原谅我吗？我们还是兄弟吗？天下太平。